为我的未来吗？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人问过我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呢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迷路了。It's me. Sorry, 我突然家里有事，所以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 Q， 啊，记得带他出去哦。有事情就靠我吧，谢了，拜拜。不停地奔跑，想要看到所谓的光明，可是等到精疲力竭也走不出这个黑洞。狗医生一到这儿来呢，就很明显他们会放松下来了，很惊喜的样子，而且呢可以摸摸狗，可以把一些紧张的情绪舒缓一下。老实说呢，真的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。有些病人可能不爱说话，无法沟通，但是他们可以跟动物一起玩，可以给他们多带来一些希望。是我，我很担心你，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父母好好谈谈你的梦想。梦想吗？谈的话会有用吗？站在这里让我有接近天堂的感觉，在这里倾诉的话，上帝会听得比较清楚吧。如果就这样死掉，跟生老病死有什么区别？不过是同样损失几十年行尸走肉的时间罢了。可是也许我可以改变这对我毫无意义不值得留恋的人生，如果连努力争取都没有就选择死掉，那太冤枉。